導演傾傾偈先。想問下導演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紹下《明明》呢部電影啊？唔該。佢係一個古仔，講緊一個俠女嘅故事。我希望大家睇到啦，希望大家中意。两个性格完全不一样的女孩，然后跟 Susie 的合作其实也是一个比较新的尝试。我哋喺即系由第一日开始嘅时候谂呢套戏嘅时候，唔系好叻做嘅，就系做啲摇滚嘅嘢吓。咁但系我哋定咗呢个系一个比较摇滚啲嘅一个电影配乐，咁所以我哋都系将一啲摇滚加入咗一啲嘅中乐啊，咁同埋当然有我哋拿手嘅一啲。比較古典，呢部戲可以講係好 sexy 嘅，好性感嘅，即係每一個角色都有佢嗰種 mysterious 嘅神秘感咁樣。單止人係 sexy 嘅，其實根本上每一個每一個 shot 咧都係好 sexy。sexy， 咩意思？恭喜曬明明呢部電影咧入圍，同埋咧亦都唔該曬眾演員啦，仲有導演，亦都唔該。